喂，老公，你去哪里啊？到处来找你。抱着亲，想我了？天哪，老公你也太邋遢了吧！你这么爱干净的人，居然可以忍受客厅这么乱？没关系啊，你先放着。不行，先不要忙。就连我这么脏的人都觉得看不下去，你赶快来帮忙，快点。真的，真的是你吗？傻瓜，当然是我。不然还有谁？快点，我饿。整理整理，不然，老公。待会我们整理完，一起下厨好不好？下厨？你以前不是最讨厌下厨吗？现在不讨厌了。赶快，好饿。那我开动了。好吃哦，不是跟平常一样吗？老公，你赶快吃这个。那你也吃这个，这个是你最喜欢吃的。你怎么了吗？真的好好吃哦！要是每天都吃得到就好了。每天都吃到会不会太夸张了？会痛吗？你会好起来吗？不会痛了，会好起来。赶快吃，老公，带我们吃饱去我们常去的地方散散步好不好？像以前一样，当然好啊。老公，你记得我们第一次牵手的时候，我要牵你的手还被你甩掉，有吗？有啊，你还叫我牵你一脚。不要在外面牵啊，会有人看。又没关系，没人在看啊。要不然，你只可以牵我一脚。不要牵一脚，好奇怪，没人在牵一脚的。那如果等一下有人看到，就要放掉。不行，怎样都不放掉。我不要再放手了。好，不放手了。老公，我跟你说，白色的衣服要分开洗，然后内裤、衣服还有袜子什么的也要分开洗，有没有听到？不用那么麻烦啦，直接放洗衣机洗就好了。不行，而且我跟你说，你晒干之后要像这样子拍拍它，那晒干之后才不会皱皱的。是是是，有没有听到？遵命啦。嗯。
这些衣服被晒干后，有一种很温暖的味道。老公身上有很温暖的味道啊。干嘛不用扫地机器人啊？这样麻烦。不行啦，这样子清才干净啊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这么容易过敏，不清干净的话，你不舒服怎么办？快点。好吧。老公辛苦了。太好了，你是我的救星。真的变得好干净哦，你不觉得这样看得很舒服吗？是啊，果然一起打扫心情就会变很好。你以前不是都不喜欢打扫吗？以前是以前嘛。老公，要不要一起去洗澡？好啊，走。老公，你等我去帮你擦背。没关系，你别坏，别，你听到，等我去。老婆，你最近压力很大，以前都没有这些小痘痘，会痛吗？那个没什么，不用太在意。什么叫没什么？你以后要学着自己照顾自己，有没有听到？你不能照顾我吗？你可以照顾我好吗？怎么可能，我们就是你都在照顾我。我也想要你一直照顾我。说过吗？我睡觉都喜欢抱着你睡，因为这样子我会听到你的心跳声，会让我很有安全感。那我有跟你说过吗？我都是要听见你的呼吸声才睡得着。都没有这些嘞，怎么办呢？我不要你走。老公，老公，来写小纸条好不好？以前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你就会写小纸条给我，我看了心情就会变很好。我不要，不要你走，拜托，拜托，我求你了。老公，不要偷看哦，我也不会看你的。老公，我写完了，你写好了吗？我不想写啊。为什么？我有什么想说的，我可以现在直接跟你说啊。我可以跟你说，我说我想说的话。我爱你。我
我们不是还好多事情没有一起做吗？我们要一起出国哎、欸，我们要一起组一个家庭啊！我们都还没有一起到外面留下回忆拍张照，我不准你就这样子走。陈薇，靠近一点，靠近。老公，对不起，没有办法跟你一起收养小孩，没有办法实现你的愿望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。陈薇，陈薇，陈薇，你会没事的，没事的，陈薇，嗯，我带你去医院，我们去医院，陈薇。拜托你，拜托你，拜托你救救他，救救他，救救我老公，快点！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快点救救他，快点！也别忘记按赞、订阅、附照 FB 以及IG， 并且加我们官方 LINE 账号，搜寻附照就可以找到我们喽。我们也会把我们的所有演员的资讯放在资讯栏，欢迎大家去把我们给关注起来。最后呢，谢谢我们这次的民宿是我们宜兰的乡情秘境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那我们附剧场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